嚟嘅時候，近處嘅位置，發現雲峰第一下咧撞中咗之後咧，好快咧亦都能夠咧攞得翻嚇。過嚟呢度有啊，許雲峰，再放心啲有啊，蘇珊斬出嚟有冇人啊？哦，藍衫嘅，哦，解圍變助攻，爭啲俾基奧冷手執個熱戰隊，不過就抽咗出。解，但其實咧喺中場，你大家留意下，可能都係球員嘅一個安排咧。是令到陸志豪很少有機會咧，係對到個籠個方向去攞波。咁啊，亦都即係非常之搏命啦！即係冠中南區喺呢個上半場啊嚟講，其實就扯埋預轉，哇！都幾吉嘅嗰個位啊，其實望一望斬到個落點幾好嘅喎，扣中咁深入。呢邊底線傳出嚟，有冇可以撞射？但係都被力逼之下呢下。蘇下半場就都幾刻意地走多咗過嚟右手邊，好多後腳俾我哋沈國輝，再兩底線呢下就就反攻。咁你話啦，繼續啲係咪？呢邊咧，曾錦圖才傳翻出嚟，攞到定，迪多石話好彩咧，只腳飛到埋嚟啊嗰邊。哇！呢邊咧就遲遲咧未解到位，再射埋嘅時候彈彈地啦，咁啊謝德軒安全起見啦，咁啊都搏搏啦。斬佢哋中間，但係就南區就強清咗先。呢邊大家揾波，咁啊頭就冚咗一下嘅，再補一腳射埋去就冇威脅噶啦。一堆高佬已經睇曬到啦，喺禁區裏邊。哎呀，頂人頂到喎，盧高啊！我直警到呢邊咧就反攻射，哎呀，中內柱入啊！少少空位咧，邊個雲出嚟？呢邊角球空曬嘅喎，呢邊謝德軒啱啱好就擋到喎，只腳好似盧高再斬入去嘅時候，遠處冇啦，揾翻出嚟陸志豪，哇！幾號前面有得走喎，冇越位嘅，就冇越位啊！咁夏志明自己一路打埋入去裏面，都係睇你自己一個，因為葉豪輝亦都有準備啦嚇。再俾過嚟呢邊，啱啱入嚟嘅梁子俊。冇過到啊！咁啊，可以睇到定出靚嚟呢球波，走埋都靚啊！哇！派禮物喎，今日多次都係叉燒都係成到嘅。哎呀，蘇沙呢下真係變咗蘇石啦！冇問題，繼續去拉梁子俊，俾蘇沙換好啲啊！佢選擇自己射，麥基過咗陳九斌，放到嚟俾李老師嚟嘅，呢一段攻過。